最近北韩颁布了紧身牛仔裤禁令，禁止人民穿紧身或是破洞的牛仔裤。北韩官媒表示哦，近期年轻人受到很多来自西方的影响，政府担忧他们会不自觉地走向资本主义的深渊，所以希望透过服役规定来整顿国民的思想状态，哪怕是最轻微的迹象，也要努力地摆脱他们。除了牛仔裤以外呢，金正恩也禁止民众剪现在南韩最流行的狼尾头。北韩爱国青年团呢，甚至还组成了时尚警察，负责把所有打扮太西方的人通通抓去劳改。一直以来呢，北韩都有严格的服役规定，例如发型只有15种的官方款式，不能够染头发，不能够穿耳洞，不能够穿上面有印 logo 的衣服。但你知道吗？北韩其实也有自己的时尚，像是这个呢，是2018年出版的朝鲜的这女性时尚杂志。那感觉哦，虽然款式稍微的复古，但颜色却是出乎意料的非常前卫。